我们靠所得来谋生，但靠给予来创造生活。在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仅帮助他人，更在人们的生命面临危险时及时提供援助，帮助他人的生命渡过难关。1959年，裕民中学百人救伤队创立了，并为学校开办救伤班，为同学服务。1963年，为了提升队员的救伤知识，加入了圣约翰救伤机构，并名为圣约翰救伤机构裕民中学少年分队。透过每年在学校开办新班，训练人才。裕民中学少年分队呢，可说是马六甲州历史最悠久的队伍之一。前后共开辟了60届的救伤班，毕业队员呢更是超过了数千人。自1959年创立以来，裕中少年分队秉持着为人群服务的精神，为社会贡献与服务，当中包括培训及出勤。裕中少年分队是由男少年及女少年两大队所组成，会员人数每年超过100位，加上顾问老师以及队官们成为队伍的后盾，才能继续茁壮成长，变得强大。1964年，我们的裕中队伍代表马六甲州参加全国救伤比赛，第一次获得技术组的总冠军，也是从那时起种下了冠军队伍的种子。裕中少年分队在最近的20年里表现突飞猛进，甚至过关斩将，闯进全国救伤比赛，屡屡获得佳绩。团队力量就是大家最宝贵的财富，一支强大的队伍从来就是胜不骄败不馁，团结奋进，成功过后永不停止。裕中圣约翰比赛队伍在教练的引导下，配合系统化训练，加上模拟练习，来增强队员在比赛中的实力。队伍的教练团是由对救伤比赛有经验及从事医务行业的学长姐所组成，并贯彻取之队伍用之队伍的态度，为学弟妹们提供培训。此外，该队也在2007年开始首办分队第一届常年营，名为 Dreams 系列，并以数字99作为开始，象征着队伍的精神将永久传承下去。一群人，一件事，一条心，一起拼，一起赢。人生就如一部电影，每段岁月都有无数个小插曲所组成，而每段岁月也必定有相遇携手前行的伙伴。但愿昔日之缘，今日聚首一堂，未来一同偕行。